台湾中油和台塑公司相继宣布，自7月4号零时开始调降汽柴油价格每公升新台币0.2元。调整后，中油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30.9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1.6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3.1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9元。杨淑君周六在伦敦奥运跆拳道世界区资格赛四强赛输给了中国选手吴静玉，不过在铜牌战获胜，为中华队先拿下一张奥运门票。但目前还不确定有奥运代表权的杨淑君强调会好好加强，若有机会在伦敦奥运再和吴静玉交手，目标是拿到金牌。行政院主计处表示，今年1到5月国内婴儿出生率较去年同期增加了8.3%，生第一胎产妇平均年龄也由10年前的26.7岁上升到29.6岁，延后了2.9岁。根据交通部最近完成的99年民众日常使用运具状况性别分析，发现在非机动性运具部分，女性步行比男性多，男性骑自行车多于女性。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